叫你事业部肚子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发觉你要泻肚子，你只是坐在马桶，那泻肚子出来你的肛门的感觉是什么？是不是有水滋滋这样出来的？有吗？是啊。OK， 为什么我这样子问呢？因为我那天的感觉是这样，我就是觉得哎，我要上厕所，我就去上厕所。那我只是那个风和屁汗放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滋这么感觉出来，就是好像泻肚子那么就哎呦，我泻肚子了，这过去什么事情哦？我以为我吃错东西了。就通常你泻肚子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泻肚子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看一下，就是看泻的多严重啊。但是我一看过去的时候，没泻肚子，嗯，这样是什么东西？有，给你们看点这样恶心的。哇，你可以想象，是有人家通常你在摸肩膀的时候，我一般这边我注意，我跟你讲啊，谁放 TikTok 啊，被 ban 啊。我发现这个都方便的，很激烈哦。通常你们听到有，按钮，通常你们听到有油的时候是什么？这是上面一层油浆浮着嘛，就是 sorry， 这个好像你喝汤这样，它是一个浊浊的油，这样子，它这样子。哇 ，OK， 来，突然间 ，OK， 这样给我真的是，其实这个是第二张照片，因为第一张照片呢，会飞干，啊是的，